好的哈，该结束刷一码，带得到的就有，带不到的就没有了。我因为这个是真的是福利，59，你们买，你们想一下呀，59买单是250克半斤啊，250克半斤。对，所以说就不能给你们上多久哈，能煲汤喝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立魔咒，他们说。哎，什么？你们谁在唱歌？你别走呀！谁在唱歌？你别走呀！什么？你看到没有？我要把它装起来呀！怎么吃啊？煮水喝啊！品质很好，是不是啊，苹果姐姐？我要给阿全们削个苹果吃。他不是喜欢吃苹果皮吗？我给他削个皮给他吃，削个苹果皮给阿全们吃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给阿全们削个苹果皮吃。不行。不是说单独的吃苹果皮好吃，是一起这样子整个咬。那你来咬。那你咬咬啊。我现在不咬，哈。你来咬。你们是在租房住了吗？对的，我们现在在租房子这里哈，是在租房子这里哈。是收到货是你手上了吗？是的，是的，你们放放心心的，那么支持阿全茂那么久，相信关注阿强那么久了，你们直接去拍就对了，拍得到就有，拍不到就没有，真的实实在在的，好不好？立魔咒，后面的一句接，哥哥姐姐们接，立魔咒。你管我走不走？唱首歌吧，唱首歌，要不要唱歌呀？直播间的哥姐说。豹子粉收到了，是豹子粉收到了，是正品，很好，不错。唱不走。这些人真的叫阿强接，阿强不会唱歌，阿强接不了，阿祖母也不会唱歌，我只知道这个歌词。唱吧，唱歌。今天有没有豹子粉？有没有豹子粉？看一看豹子粉。那你们多少人想要豹子粉的？还有没有啊？没有的话就算了，没有的话就算了，没有的话就算了。豹子粉还有没有？不上了吧？没有了是吧？嗯。好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嗯，是不是没有了？嗯，要唱迟来的爱，一点都不迟来啊，这个爱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豹子粉怎么卖？一斤多少？豹子粉没有啦，豹子粉只有一点点啦，不没有啦，不好意思啦，不好意思啦，豹子粉没有啦。这样子吧，直播间的各位叔叔阿姨们，豹子粉没有了，阿全们给你们介绍一个东西吧，因为这两天。你们有没有就是这两天我们这两天的医院里面那种门诊呀，私人门诊呀，大医院里面挤爆了，都是全部都是感冒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贝母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来，全屏把贝母敲起来，全屏把贝母穿贝母几个字打出来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想要。要的把要字扣起来。天父的爱，妹妹你坐船头。是不是那首歌呀？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是不是这首？我不知道。穿贝母，知道贝母的，懂贝母的哥姐叔叔们，在公屏上面扣一波。贝母是穿贝母，给你们分享。对，要的把鸭子扣起来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嗯。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苹果皮有农药。不能吃，那我削一个给他吃好不好？削一个给阿熊猫吃好不好？好的，打个好。我削一个给他，削一个，给他削一个。来，要这样子的，要的打个要。来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这两条线是直接在这衣服上的。来，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有没有认识这个是什么的？这不是平背哈。这不是平背，这是穿贝母。苹果怎么卖？苹果是阿强哥买的。给阿强哥削个苹果吃。这个是穿贝母，哥姐姐们，如果你们有觉得这里痛，跟那个刀片割了一样的痛，经常觉得经常就是有，就是那种什么，哎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叫什么呀？什么就是这里发脓，这里面化脓。经常觉得这里很痛，然后化脓、发炎，知道吧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？然后觉得这里有个痰痰的，然后抽烟的，来这样子，不多说，知道穿贝母它有什么作用的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公屏上面扣一波。
知道川贝母它有什么作用的歌曲出来吗？公屏上面扣一波，可以吃了淡忘，然后就是那种阳阳的时候，反应很严重的，阳阳的时候反应很严重的，太厉害的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去吃。抽烟的，你把那个小狒狒已经抽黑了的，它是指什么画什么的，要去吃。今天贝母我更说的是不是？话不多说，这个我们拿回去，大人直接这样子六七颗。我等一下再吃嘛，帮我拿一下好不好？好的。我们这个苦的苦的，大人我们直接这样子嚼个六七颗，直接用水冲服可以。小朋友，我们他是不是平时不爱吃药？小朋友是不是？我们可以拿这个哈，拿这个川贝母，拿回去，把它剁碎了过后，打下这样子的一个雪泥，给它划开过后挖一个洞，放在雪泥里面，加颗冰糖去给它蒸了，给它喝，很好。还可以拿来跟枇杷一起给它熬，熬制两三个小时过后，熬成酱了过后，放在冰箱里面，早上冲一杯喝，晚上冲一杯喝，很好的，各位叔叔阿姨们，来这样子，想要的把要字扣在公屏上。这个川贝母你们去外面买，一斤要不要你们2000？一斤要，要不要你们1800？1900？就是最低的价格，外面药店里面，因为一颗的卖的是卖到4-5块钱一颗的，它一斤的卖，它就要卖到你们2000块钱一斤。但是今天直播间里面确实很贵的。今天直播间里面打了药字，加了粉丝团，点了关注的，不要你们2000一斤，也不要你们什么1800一斤、1900一斤的，今天直接一两一两的给你们，一两它是150粒到200粒。一次我们吃6-7粒，150粒到200粒，我们也可以吃很久了，是不是？直接多少钱给你们？166都不要，直接139一两川贝母包邮到家给你们。打了药字的各级专门自己拼手速去拍，只给你们上10单。来，3、2、1，上车！来，各级叔叔阿姨们哈，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139一两川贝母已经给你们上车了，139一两。直接给到你们，而且买了运血血，而且给你们包邮，你们拿回家不好不喜欢不满意，直接7天之内退，给你们买了运血血。这个是川贝母，不是平贝哈，不是平贝，不是藏贝。点了关注加了粉丝团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去拍哈，带得到的就有，带不到的就没有。白色购物袋已经给你们上车了，哥姐叔叔阿姨们哈。然后这个你买198是不是？真的，这个是今天我直播间里面给大家的一个，因为一直以来很多哥姐叔叔阿姨们都支持啊，全部都鼓励啊，全部都说啊，全部希望你走出来，希望你走出来。今天啊，全部听你们的，啊，全部也为自己考虑一次。阿强哥把我就是带出来了，就是带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面租房子住了，所以很感谢所有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的支持。对，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东西。你们自己拼手速去带，自己拼网速去带，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有孕妇的一定要去带。为什么？孕妈妈她怀孕了的时候她是不能吃药药的，对不对？她阳了也好，她感冒也好，她生病也好，她是不是只能忍着，是不是？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拿回去给孕妈妈，孕妈妈都可以吃的一个东西，无牛无黄，纯阳光自然晒干哈，小朋友吃也好，老人吃也好，孕妈妈吃也好，都是一个相当棒的一个东西。50克一两，一本你们在外面他卖都卖得到，就是2000块钱一斤，3000块钱一斤，你想一下怎么可能就是亏太多嘛。我们这边便宜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赚中间差，所以他会不给的便宜，知道不哈？来，自己去带，下发白色购物袋里面，你们带得到的就有，带不到的就没有哈，哥就帅吗？是的是的，3到5天到，都是3到5天到，你们拿回去直接这样子嚼，大人直接这样子去嚼，嚼个6-7颗，用水冲服就可以了。它是苦的，而且它是怀中抱月带月牙。一年有多少？他们说一年有150粒到200粒哈，各位帅们，拍了的回来打两个字，已拍。然后小孩子怎么吃？小孩子肯定直接嚼不了的。小孩子的话，我们就要拿这样的4-5颗。把它这样子给它剁碎一下，剁碎了过后买一颗雪泥，把雪泥划开挖一个洞，然后把这个
剁碎了的，就放到那个洞里面，然后加一颗冰糖，放在电饭煲呀，或者说那个能蒸的东西上面去蒸，蒸了过后给小朋友吃，很好。冰糖炖雪梨本来的就有止什么化什么的作用，加这个川贝母是锦上添花，好上加好，两个好就是非常的好，知道不？好，然后大人我们直接搅来吃，或者说我们熬焙，就是熬制那个枇杷膏去喝，很好的一个东西。现在我们这边很多人在阳阳了，已经二次阳。你们的话，你们外面我们不知道，肯定我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是健康的、平安的、快乐的。但是之前去年那啥的时候，我们这边买不到药，所有的药店都卖空了，这个被抢疯了，因为那个羊很厉害。你们觉得阿群墨的口才好不好？他是之前不自信，来全屏给他打一个加油，全屏给阿群墨打一个加油，我刚刚都不想打断他。没有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来，产品打一字，打一个加油，打两个字，加油，杠杠的。谢谢谢谢谢谢所有直播间的哥哥帅妈，因为我对我讲好一点，不要让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失望，讲好一点，好不好？不是我讲好，不好的东西我讲好也没有用。不是，就是我说说话自信一点，好不好？本来这么好的东西，你要说话自信一点。就是因为我对这个品质是自信的，哥哥帅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哈，感谢你们对阿群墨的认可。其实啊，不是阿群墨自信，是阿群墨对这个品质是自信的，对这个品质是认可的，所以才敢这么自信的去给你们讲这个东西。不好的东西，哎，我肯定不敢这么自信的去给你们讲的，知道吧，哥哥帅妈哈？来，现在这样子。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139一两川贝母，不是平贝，它是一颗叶子一片川贝这样子找的，现在已经只有，哇，只有两单了，只有两单了，哥姐姐们，是五个数直接给你们下掉了，您带得到的就有，带不到的就没有，来截个图，哥姐姐们您拿回去，如果它是偏黄色的哈，能拿回去，不要觉得说它是发霉啦烂了呀，不是的，正宗的川贝它就是这样子的，如果它是乳白色的，那它就是那种牛黄给你熏了的那种，给老人吃了不好，那种给那种孕妈妈更不能吃，知道不哈？豹子粉一天可以吃两次，现在已经只有一单了，来数三个数直接下掉，3、2、1直接下掉，我不拖拉的，因为这个是好的东西。好，对的，从来不会跟你们说拖拖拉拉的。对的，对的，你们带得到就有，带不到就没有的哈，哥姐是说。对的，对的。川贝母真的是很多哥姐是说呢，私下都会说，私下都会发信息问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这边有这样子的好的东西，所以他们都是说发私信去问啊，就问你那边有没有川贝呀，你那边有没有什么灵芝呀、豹子粉呀？哎、呀是的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胃口苹果是吧？胃不胃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嘴巴张开，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吧，我自己吃吧。我在看他们啊，我在看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。我拿着吃吧。喂。他说我喂，必须喂，是吧？是吧 ？OK，OK，OK， 是金子会发光的，是不是？叫阿曲墨自信点，真的，你其实你要自信起来，你说话也是，哎，怎么说？虽然傻嘛，傻了一点啊、哦，是吧？哎，是这个让你傻嘛，傻了一点，其实还是可以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你喜欢吗？哎，非常欣赏啊，相当欣赏，我很欣赏这个说话呀，是吧？嗯，明天我说错话了，刚刚。哎，我问你，阿秋啊，哎，你最拿手的是做什么菜呀？你拿手的是做什么菜？煮腊肉呀。哦，除了煮腊肉，还有没有别的？炖鸡呀、啊，哎，天天吃那么好的，炒点蔬菜来吃嘛。明天这样子，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明天我们吃个什么菜？要不明天炖个牛头来吃吧，羊头，炖个头来吃。为什么要炖个头来吃呢？哎，我想吃那种炖个猪头还是牛头？啊？哪里去找个牛头啊？
买呀，去买一个，是不是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说出来没？你们喜欢明天你们夫妻肺片？什么是夫妻肺片？他们说叫明天煮个夫妻肺片。夫妻肺片是什么呀？心肺啊。煮夫妻肺片吗？羊肉吗？羊头吗？杀个牛。哦呦，杀个牛搞不定吧？阿群莫会杀牛吗？不会。他不会弄。几天就把阿群莫养肥是吧？别。猪肘子、猪蹄子。还有什么买？你们想要什么打在公屏上，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挪一点。你们想要什么打在公屏上嘛？想要什么打在公屏上？嗯。直播间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想要什么打在公屏上？腊肉、香菇。木耳没有。好货是吧？鱼和虾。好货，那就给你们分享一个特别好的货，给你们分享一个相当不错的货。好，桑葚、鱼、猪肉、笋干、腊肉，怎么那么多人想要腊肉啊？没有腊肉，雪燕，到底想要什么？桃胶。竹笋、花椒是吧？还有什么？拍不到你们的货，抢都抢不到，是不是？二妮姐姐，那这样子吧，阿春木给你们分享一个好的东西，就是老人、小孩都除了孕妇不能吃，老人、小孩吃了对一个就是长身体有帮助呀，老年人年纪大了对他的就是健忘，对不对？忘东忘西的。晚上不睡觉的，然后就是那种，就是怎么说嘞？阿妈。什么？哦，对，泡酒的那个是不是？嗯。你们知道是什么？泡酒那个是什么？阿妈的那个。阿妈瓜。哎，我脖子都扭歪了。来猜一下是什么东西？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如来碗什么汤？哇，骨头汤。骨头汤没有，你说只喝个骨头汤，还不如喝一点这个汤。对，这个天马非常的棒啊、哦！棒。来，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，阿曲墨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个天马。来，有没有人知道阿曲墨手上的这个天马是什么天马？有没有知道阿曲墨手上这个天马是什么天马？知道的，公屏上面打一波，因为天马它有很多品种，近距离的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得到吗？哥姐叔叔阿姨们，看得到吗？天马它有很多品种，乌天马、黄天马、白天马。像阿曲墨手上的这个天马，它是乌天马，乌天马是所有天马当中天花板级别的，乌天马我买了一斤还可以，是不是？天花板级别的，我们不要用它的外观长相去评判它的营养价值，它长得丑，但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大。这个乌天马拿回去，炖鸡炖鸭吃，特别好的，去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，知道不？哥姐叔叔阿姨们。对，不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如来碗天麻汤。嗯，这样子吧，直播间各位叔叔阿姨们，想要这个正宗的乌天麻的，公屏上面扣一，我今天直接给你们多少，直接给你们炸一波吧，只有这么几个了，只有这几个了，只有这一点点了。我给直播间的就是你们正在坐月子的，一定要去吃；怀了宝宝的，准备坐月子的要去吃，但是孕妈妈不能去吃。那种就是在读书的，你的儿子呀、女儿呀，或者孙子呀、孙女的，在读书的，读书压力大，是不是？经常他就是跟不上，就是有一点他不是不聪明，小孩子很聪明，只是他不集中，他不集中，他老是读万天书，是不是？而且准备中考、准备高考了的，是不是很费这个？这个我们拿回去炖猪脑给他们吃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强哥说只是欣赏不喜欢，你们听到了吧？你们一直说阿曲墨主动点，阿曲墨主动点，还不够主动吗？主动了吧？
不谈这些哈，不谈这些哈，跟姐说啥嘛？阿强哥对我帮助，阿强哥帮了我很多很多了，我们是兄妹。我们是兄妹，我们是朋友，好，给你算麦。来，想要乌天麻的啊，兄弟们，给你们站一波。我就走了，我也不走啊，我就睡觉了，也不是睡觉啊，我就去收拾去了，我就去收拾去了。想要乌天麻的，把一飘在公屏上，今天直接，这个你们去外面去买，要不要？你们四五百块钱一斤，要，不会低于四五百块钱，如果。